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廷宇。这个礼拜我们要带您看几位特别的女性，她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过着精彩的人生。首先要带您来关心的是11月24日就是九合一大选，今年除了县市长之外，各地县市议员也是竞争激烈。不过有一群另类的候选人，不晓得您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们是一群由婆婆妈妈们组成的欧巴桑联盟，在全台各地推出了21位的议员候选人，他们的政见从儿童人权、亲子友善出发，也包含环境正义、劳工权益及性别平权。候选人里面有的是平凡的家庭主妇，也有特殊儿的妈妈、听障人士及同志妈妈。这些人无党无派，也没有钱，他们透过小额捐款筹募保证金及竞选经费，在街头、菜市场举标语宣传自己，尝试改变小民参政的历史。来看记者林真如、赖正元的报道。欧巴桑来呀来呀，欧巴桑来呀来呀，欧巴桑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欧巴桑联盟，我们全台湾有21位候选人。欧巴桑来呀来呀，因为我们这群人压根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选的人。欧巴桑参政不是小民的崛起，其实这是一个小民平权的过程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桑。欧巴桑是一对妈妈，要出来选市议员。我这对妈妈无政党、无背景、无靠财团、无靠企业。这位是阮板桥区欧巴桑的候选人张淑慧。张淑慧来甲大家熟悉。阮这对妈妈伫咧陪囡仔成长的过程。桃园一家补习班外，有个头戴安全帽、背着旗帜跟看板的人。孩子还没下课，现在是小朋友在这边安亲，不是他上英文课而已。这位妈妈是吴凯琳，欧巴桑联盟在桃园推出的议员候选人。我刚开始都先赶快把它脱掉放在旁边，然后才敢接下来。然后现在因为10月份觉得要勇敢起来了。我们去拜票，那请你帮我背。2年级的小女儿放下书包，熟练地背上旗帜，前往黄昏市场人最多的地方，跟社区的妈妈和其他孩子展开他们每天的课后活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欧巴桑联盟，我们全台湾有21位候选人。我代表桃园罗底区来选议员，我的名叫吴凯琳。抢在旗帜启动之前拉布条快闪，吴凯琳跟先生都出自工地，最希望帮赶着回家的劳工争取权益。希望在自己的社区，劳工朋友可以托老、托育、托安亲。11月24号，恳请支持欧巴桑联盟吴凯琳一票，谢谢大家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支持。街边的转角，这群妈妈跟孩子正在体现政治就是生活。社区民众自发性发起旧老树、老房子活化再造运动，自制红布条表达诉求。吴凯琳4年前抱着小女儿路过抢救老屋老树的活动，从此投入护树联盟，推动桃园树保法。去年她加入欧巴桑联盟，还要进入议会继续保护环境。像那个南崁溪现在是全台湾污染第一名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督促政府说。在工厂内就先把废气废水处理好再排放出来，这样拉着小推车在街头逢人就讲。他的参选其实历经一场家庭革命。我先生非常不支持，那时候我们爆发很严重的口角，他会觉得说你不要因为开了几场互诉记者会你就以为你是红人，你就以为有人要提你了。他要我认清现实。先生你好。
蓝领家庭赚的钱都拿来缴房贷，参选的200,000保证金靠邻居还有网路上的婆婆妈妈几百几百捐，还竟然真的凑齐了。在听到说我募到200,000，到现在都还有人默默捐款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说原来选举是可以这样，小民真的是可以靠团结可以这样选，所以他就另眼相看了。然后另眼相看的时候，就变成我在家日子不好过，因为他下班的时候看到我在家，他说你不用去拜票吗？你不会觉得你这样对不起他们吗？跟吴凯玲一样从家庭走出来投入选举的欧巴桑全台有21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桑，欧巴桑是一对妈妈，要出来选市议员。我这对妈妈无政党无背景，无靠财团，无靠企业。他们靠网络小额捐款，多的钱就分配给其他候选人，凑了388万，接着还得义卖筹竞选经费。在菜市场租摊位，锅碗瓢盆便宜卖，自家种的水果整堆二手衣也是50、100，后面就是安亲区，有空的妈妈轮流来照顾孩子。其实说真的很忙，而且坦白说我们带着孩子出门这样子其实蛮累的，可是我们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超重要的。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并非突然，欧巴桑联盟主要成员是亲子共学团，已经在社运界活跃超过5年。我们推动台铁成立了亲子车厢啊，我们发起罐头游具退出公园，然后我们参与那个反空污的条例的修法。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本来就已经做了许多公部门公务员在做的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来选选看呢？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斑马线上举旗，在等待红灯秒数的时候，我抬头看见对面街角的墙面上是一面议员候选人超大的广告看板。张曙慧开了10场座谈会，召集包括自己在内21位候选人，有6大政见：小民参政、儿童人权、亲子友善、劳工权益，还有性别平权。上次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来，她看到我们的政见里面有性别平权，她就问我们的立场是什么。我就说我们就是支持孩子成为他自己啊。性别平权议题在社会上高度分歧，如此高调表态，欧巴桑完全不担心失去选票。我们是很正直的跟很诚实的人，好，那即便在一些小小的事情的立场上跟你的意见不同，但是我们是愿意对话倾听跟承认的。他们跟传统政治人物的差别除了诚实，连拜票的动作都很奇特。老板你好，认识一下，你有空再看哈，你在忙我不打扰你哦。你们在做生意我都好怕打扰你们，放在旁边就好了。好，嘿啊，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妈妈啊，去团我招的啦，就这里再一个出来算了。你有吼，安尼这个好玩，我才会够使用。哎，安尼我这我租完就有限呢。没钱做广告，连一张传单都要省。婆婆妈妈深入菜市场，还真的有人相挺。对他们有印象，对，29，有印象啊，因为不一样啊。哎，怎么不一样？就是我觉得就是百姓自己觉醒的那个力量不一样、啊。属于我们的团体，我们要加油。为什么是属于你们的团体？因为我是欧巴桑啊。哦，因为他欧巴桑要发声啊。不过也有人提醒残酷的现实，这种政党政治真的是要更花一点心力才比较好。小市民要出头，真的我们有没有理想跟抱负嘛？但是对啊，真的是要耗费一点心力，要花一些心力哈。对。不过现在这个两党不好，或许有机会。就因为民众对政治失望，他们就像推销员一样，逢人就讲。我们不拿企业，也不拿财团的钱，我们很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些小民牺牲送进去，因为不要拿钱啊，进去医院不用还人家人情啊。对啊，我们是欧巴桑。尽管民众常常是冷漠以对，但偶尔也有人真的被他们说服。原本那个阿北就告诉我说，现在唯一的救赎就是要请中共过来
接管我，其实会到最后被我说服。然后第二次我去扫那个市场的时候，阿伯就说很热，你们不要让小孩这样。来来来，我这里有很大桶矿泉水，全部拿出来给我们喝。我觉得好感动哦。那是胡心怡76年次，是最年轻的欧巴桑。她从菜市场讲到路边，从大太阳讲到下雨天，一有空就带着孩子四处发表政见。他希望推动更完善的托育环境，让更多妈妈做自己。那时候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妈妈，对，但是后来就是选择结婚。我想要支持一个女性，她成为了妈妈之后，她可以还是可以是她自己。是这个吗？透过自己的经验，希望帮助更多人的还有新竹县的高云婷。如果是以前的生活，小孩就是健康的成长，我应该都还在园区里面工作。高学历高收入的竹科新贵，为了小儿子变成全职妈妈。陈瑞目前6岁半，长得又高又壮，但无法口语表达，因为他患有顽固型癫痫。2岁到4岁最严重的时期，一天会发作20-30次，就是随时都会倒地。他那个是很快的，几秒钟的发作，但是就是摔得鼻青脸肿。陈瑞原本是足月出生的健康宝宝，但满月打完 B 型肝炎疫苗第二剂后一周，突然严重出血，危及生命。其实我和我先生就是每天守在那个加护病房的门口，然后我还记得我在查资料，然后我问医生说是不是有可能是疫苗关系，但是医生就是完全就是说不可能是疫苗，我们先把小孩救回来再说。脑部出血导致左脑孔动化，陈瑞中度智能障碍，轻度肢体障碍。妈妈辞掉工作，尝试各种复健及自然疗法，也透过诉讼继续找寻疫苗的真相。为了这件事打行政诉讼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文献或是专家可以再更详细的去看这样的个案，或是有没有办法让这样体质的人可以事先被知道。夫妻目前是疫苗救济接种安全监督组织的发起人，也在陈瑞就学的过程发现体制的不友善。特殊学校或是整个体制教育体制是没有办法接这样的小孩，对，那我看过太多，就是这样的家庭都被家里只要一个生长者，就是把他整个家庭都绑住在那里。不止教育，面对医疗及照护，他们也常常碰壁，因此希望透过参选，让社会对身心障碍者更友善。你不是身心障碍者，你不要为这个身心障碍做决定。对，就是这个决定的会议里面，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是当事人，然后他能为自己说出他的声音。进议会，哈！即使再微小的声音都该被听见。参选议员的欧巴桑，宜兰的潘玉如本身就是听障。台中何雨蓉是勇敢出柜的同志妈妈，这群人正在改写小明参政的历史。保证金的事情，我们也推派了2个候选人出来参去登记，然后没有缴钱啊，所以他就得到一个因为保证金没有缴交，所以不能通过的函。那我们现在找律师再提出，向中选会提出申诉，那到最后有可能要达到释宪嘛？我们是一群妈妈要选议员。天真而努力，欧巴桑坚持，他们走过的路必定留下痕迹，过程就会带来收获。政治不是有钱人的游戏，然后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，它其实就决定我们的生活。欧巴桑参政不是小明的崛起，其实这是一个小明平权的过程。不管这场选举选得怎么样，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。
上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这边那是你菜市呀、啊，欧巴上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两大党掌握了大部分的选举资源，然而从太阳花学运后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。这群平常在你我生活中都会看到的欧巴桑，是小民发声参政的例子之一。无论选举结果如何，都适度展现选举文化的多元转变。现在先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